Oh, look at him sleeping. He's like a little angel that killed 50 million people. Yes, you are. Yes, you are. Oh my god! 香港版 Disney Plus 11月16号准时上线。香港观众却发现，知名美国动画《辛普森家庭造访中国》这一集竟然自动消失，被质疑是否遭内容审查。Tomorrow we will give you your baby. Oh my god! Really?该集于2005年首播，剧情描述辛普森家庭妈妈美芝的姐姐塞尔玛想去中国领养一个婴儿，因此全家陪她飞到北京找领养机构，期间也造访天安门广场等知名景点。不过石碑上有强调这里在1989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标语，也有中国官员开着坦克车来堵人，以及瞻仰毛泽东遗容画面等等等，皆被认为是嘲讽中国当局掩盖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真相。点开香港 Disney Plus《辛普森家庭》第16季11集，直接跳到13集，偏偏就是看不到参观中国的第12集。香港 Disney Plus 是否接到指示而下架？目前迪士尼和香港政府都尚未回应。外国网友得知后感慨：好莱坞再一次向中国低头。但更多的担心是，中国影视审查是否已深入香港？